Thank you. 六十九，69, 呃，六百六十页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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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南无。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六百六十页，我们今天啊，用浏览的方式，把《楞严经》一观的十八界啊，简单的看一遍。 啊，因为我们在《楞严经》讲义啊，那个文言文啊，就讲的非常的详细了。<coughs> 那么这个浏览一遍呢、啊，可以从头再贯穿。所以佛法它就是不怕啊重复，不怕厌烦，这个就是佛法。哎，如果你把佛法回归一心。 那么就简单了，所以事跟理，你通通要清楚啊。比如说啊，你见性了，可是你教教理上、教义上，你不会讲，你没办法表达。你知道说啊，那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啊，或者是八事跟四字的关系到底是什么？哎，他还能讲哎、啊，所以不可以通宗不通教。 通宗不通教，开口也能笑；通教不通宗啊，如水灌竹筒。也就是说，你教理上很通达，可是你心性不明，如水灌竹筒，哎，灌灌不进去、啊，不会通啊！这竹筒中间有那个结啊，一节隔开来，水灌不进去啊。一个人没有通达心性的时候。 他讲经啊，或者是给为人家开示啊，他自己都没把握。他不知道我这样讲到底对还是不对，因为他没有回到故乡，他没有回到自己心性的故乡，他就没有办法描述那个故乡的风景是什么。啊，那么通中不通教，开口也能笑。啊，那通中，你就通达佛法的心法，不生不灭的如来藏性。 啊，通了，可是在这个事项上的义上不容易比喻，他他也不太会讲，所以这就,就变成说，啊，大家变成崇拜他的德性啊，大家也了解说啊，麻烦你开示一下。那他开始的就是几句啊，放下。哎，他没办法讲啊，字经典也看不来啊，啊，他也通达，哎，心性上的东西。 它是教教义教理上的东西，这个事项上的语言文字，它却没有办法。所以你必须一个弘弘扬正法的法师，你必须通宗，同时又要通教，才有办法的。那么尤其尤其是现代人的知识分子啊，网络啊或怎么样子特别的发达，你要没有现在的知识啊，物理、化学、科学啊，种种的环保。 知识、知识性的领域，医学包括外太空，那要弘法又更困难，因为坐在台下的水平有的很高，哎，有的念到博士了、啊。你这个法师啊，如果说懂得那一点皮毛，说一句实在话，他根本就瞧不起你。你还没有讲啊，他第一个就把你称清了，称职的称。哎，所以啊。 呃，勉励法师啊，要好好的精进的用功，事跟理都要通达啊，教跟宗都务必要体悟啊，也勉励着我们这些护法即士大德啊，哎、啊、呀，好好的听法啊，那我然后我们把那个佛号啊念得有味道，我们对极乐世界这个住址啊认识的很清楚哦，原来东方是表。 啊，迎接阳光啊，原原原来西方是表示修即是菩提哦，要到极乐世界去，就一定要懂得放下的道理哦。那我只是用全部放下，就执执持这句佛号。哎，你到了，这一下子就到极乐世界了。也就是说，你真的念佛的人是不能对这个世界的假象有任何的烦恼心、执着心，是完全不可以的。一心只有佛号，这个是真正懂得净土法门，叫做一心不乱了。 哎，我们一般看经典忽略了那个，啊，入三摩地思维，啊，菩提不懂得这一句话。入三摩地就是你念佛一定要进入三昧，才真正的进入菩提啊，若一日到乃至七日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呐！诸位看经典总不能少那几个字啊，哎。 常常有法师啊，把那个呃，把净土法门讲的很简单啊，就是说，哎呀，十念往生呐、啊，啊，临命终啊，这是一个鼓励的话啊。但是有时候会误了大师啊，他就认为啊，我临命终念十念阿弥陀，我就可以往生了、啊。这个简单，他不知道说这个佛为了九品莲花的各个众生呢、啊，所设立的一种勉励的作用一个耳。 啊！大家都去造五逆十二重罪，那临命中的念十念就可以接应往生。那这句话重点是含义，含义就是佛有大慈大悲啊，能够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。何况你们精进用功，是一句勉励的话。诸位，哪一个造五逆十二重罪，在临命中还会想到说我要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？他平常他根本就不懂得认识极乐世界是什么。 因此啊，研读楞严经啊，经教通达，悟明心性啊，诸位对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他就会十拿九稳，他就不会再落入观念，再加上一针执着，观念它就是一种陷阱，对不对？观念它就是一种陷阱啊，由根十八戒就是这样，由根对尘所建立的观念，观念它就是陷阱啊。 善恶观念它就是陷阱，是非观念它就是陷阱啊，而这个陷阱是从从我执跟法执建立的一种陷阱，所以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包括学佛的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都是这样子，他就是这个这个陷阱跳到另外一个陷阱，这个陷阱又跳到另外一个陷阱，他很想解决内心里面的痛苦跟烦恼，痛苦跟烦恼，可是他用错的方式，就是一直在。 这边跳到那边，这边跳到那边，那边跳到那边，结果越搞就越大，越搞就越痛苦，他的痛苦就从来没有停止。观念就是陷阱，而这陷阱从哪里来？你怎么跳出去呢？诸位，没有陷阱，陷阱自己是创造出来的。解伏从心啊，这个观念就是陷阱啊，只要你加上一层执着，这个观念就是陷阱。 所以研究这个楞严经的好处就是这样子，啊，可以摆脱这个陷阱，我们就自己不会制造自己的陷阱。诸位，六百六十页，第二尔生世界本如来藏现经文，阿难，又如所明尔生为远，生于尔世。 此事为复因耳所生，以耳为界；因身所生，以身为界。阿、啊、难，若因尔生动静二相，既不现前，根不成之，必有所知，知善无成啊，是何形貌？若其耳闻无动静故，闻无所成；因何而行杂色促成？ 名为世界，则尔世界复从无谁立？注释：若因而生，动静二相，既不现前，根不成之。动静二相生成，既是动静二相，动即有生，静即无生。以佛法而言，无生跟有生，皆是生成啊！你沉默，如果你疑是这句的意思，就是。 如果你是愚痴的人、迷惑的人，有声音跟无声音都是迷惑；如果你大悟的人，有声无声，通通是悟，无关于尘，是心的问题。无声之时是尘的镜像，比如说你跑到山上去稍微静一下，问题有没有解决？问题没解决，没智慧啊！啊，我常常在想说，我如果这一辈子没有听到佛法，没有听到这么究竟的实相的佛法。 我该怎么办？我如何活下来？真的，这个佛法你不听不知道，听了吓一跳。怎么会那么好？怎么会整个宇宙当中会出现一个这么样了不起的佛陀？真是不得了！怎么会有这么有智慧的人？那我们今天那么有福报的听到的正法，就好好的回归心性。 回归心性，啊，并非无尘呢、啊，有生之时，则是尘之动向此言，如果耳识是因耳根单独即能生，不必借重于啊外面的啊动静。那么如是则应不惜生成便能生。若不惜生成则生成，则动静二相，有生与无生既不现前，耳根并没有所知的对象。若无所知。 则耳根也不能有所知觉，必如所知，知善无成、啊，那是何形貌？既然耳根都无所知，这耳根之知觉尚且不能成就，那么耳饰是个什么样子？怎能知道？如此之，当然也不可能成就耳饰的。若其耳闻，闻就能闻之性；如果转记说，单单只要耳根的能闻之性，便能成就耳饰。 无、哦、动静故闻无所成，成上，但是因为没有所闻的生成之动静二相现前，所以能闻之性也就无法显现出来。因此，此转记，只要有耳根的能闻之性单独，便啊便可能就耳事也不得成立。六六二，因何耳行杂色处成？ 名为世界，耳形也就是肉体简易形之耳朵，非是指净色之耳根。此有形之耳为属生根之一呀、啊，而不是耳根。色就是生根之色相，促成生处之成啊，因为有形之耳是生根。 生根所对的外层是促成，而不是生成。这里是如来为防阿难于心中转计有形的耳朵能生耳事，因此如来说：为何有形的耳朵杂上啊生根的色相已促成，而能生耳世界呢？意思就是说，生根若能生的话。 应该是深身处世界才对啊！一贯佛言：“阿难，又如署名了的全教所示，耳根以生成为缘，则能生于耳识。此耳识为复因耳根所生，以耳为界，还是因生成所生，以身为界呢？”阿难，若言耳识因耳根而生， 则无息生成便能生，如是则生成之动静二相既不现前，则耳根便不能成就觉知之,之事。若耳根必无所知，则觉知善且无法成就，其所生之耳饰是何形貌呢？如是，就是没有耳饰之相可得。若无耳饰，便不能成就耳生世界。 然而实有耳生世界，结论故知耳是非从耳根中生。如果你转计而取耳根之能闻之性为耳视之声声音，然而以无生成之动静二相故，则能闻之性尚无所成，如何能成就耳视？结论是故言耳根能闻之性为耳视之声音是不能成立的。 因为没有借种外层是不行的啊！如果你更转计有形的耳朵为能生耳饰，因合漏耳之形，杂上生根之色相以促成，而可名为能生耳世界呢？若以上皆不能作耳识之声音，则耳生世界复能从谁而立呢？是故耳生世界即不得常立。 故知耳是非从耳根生，亦非从耳根能闻之性生，也非从耳闻之行生。结论是毕竟无声。经闻若生一生，是因生有，则不关闻。我闻则亡生相所在。是从生生许生，因闻而有生相。 文因文事，不闻非戒；闻之同声，事以被闻。谁知闻事若无知者，终如草木。不应声闻杂成中介，介无中位，则内外相复从何成？注释：是因声有，则而不光闻。闻是指能闻之耳根。 此谓：若耳视是因生成而有，则与能闻之耳根无关。无闻则亡生相所在。如果无能闻，则所闻的生相便亡失其所在。也就是说，不能知道相在哪里，生相就没有了，所以也不能知生相在哪儿。以无能闻，则无法皆知所闻；既无所闻，则耳视便不得生。是。 从声声许声因闻而有声相。如果你坚持说耳饰一定是从声尘中而生，而且你转记啊许此声尘，因为本身具有能闻之性，故可觉知所闻之声相。说闻应闻事，闻就是听闻，事就是指耳饰。 此谓如是，则生成于听闻之时，也应当能听闻到耳识，则便成为无情的体生成，反而倒过来接知有情体的耳识了。不闻非界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你说生成并不能听闻，如是则不能成立耳世界。闻则通声，闻就是被听闻，此言。 若是被闻，便如同生成，事已被闻，谁知闻事？知就是觉知，闻事就能闻的耳识。此谓耳识既已成为被闻，那么谁来觉知而成为能闻的耳识？啊，就是这个功能被吸走了，不应生闻杂成中介。啊，这中介是指耳世界。 啊，不应说生成以能闻的耳根混合交杂而成就中间的耳世界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中，因为混杂在一起呀、啊，便无中介可得，既无中位，则内外相复从合成此界，既无中介之位可得，则内耳是外声界之界相又怎能成立呢？因为没有中，则没有内外可得。 一贯若言耳世为生于生成者，那么世纪因生成而有，则不关于能闻之耳根；既无能闻，则必亡失所闻之生相所在。也就是说，便不能皆知生成何在；既无生成所在，这耳生世界从何而立？结果，啊，因此可知啊。 耳生世界非从声成生。如果你坚持说耳世一定从声音而生，那么不过转计，而许生成，因本身就有能闻之性，啊，那么就无情物就变成有情了，是吧？因此而有所闻的声相，是故耳生世界仍仍得建立。如果你所记的事实，那么这个生成以听闻之时，应当能闻到耳世。 然而，你岂有无情之生存？反而倒过来听闻有情之事呢？如是，则有情无情成了颠倒的乱象。退而言之，若此生存并不能听闻耳事，则非能建立耳生世界。如是既无耳生世界，然而耳事若被闻，则同一生存。如是世，者耳事即已成为被闻者。 谁来觉知此文事？你功能消失了。若无复有能觉知者，则此身终如草木，同一无情。结论：是故言耳是从生成生者，不能成立。以上是说啊，单尘而生而世，这是不能成立的。不应说生成以能闻之耳根混合交杂而成就中间之耳耳世界吧？因为交杂混合，则必无中介可得。 此界既无中介之位可得，则内耳界以外生界之界相复从何而得成立。以若无中，则无内外可得。啊，结论是故耳是非从耳根以生成交杂合合而生。以上破根成合合而生。今文是故当知耳生为圆，生耳世界三处都无。 则耳以生及以生界三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一观。是故当知，如来以前教所示之耳根以生成为缘，能生耳世界。即以十教之至观之，一根尘啊以及二二者合合三处求之，都无能生之因可得。则耳耳界以,身即以生界及以耳生世界三者。 本非前教所说之因缘所生，也非外道所计无因之自然性，就非有因生，非无因生。本如来藏妙真如不生灭性，行业幻现，相望性真。啊，这个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就是说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是不是坏？但怕直。是不是坏啊？这颗分别心不是坏，问题是。 分别心是用性来本性如来藏性来分别，那么就变成虽分别，呃，没有分别的执着，这个是并不是坏事儿。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是是不好的，那你就不能见性了。你听过烦恼即菩提吗？啊，我们常常称为是心呢。啊,啊，意识心就执着叫做意识心，啊，分别叫做意识心，颠倒叫做意识心。 啊，如果离开啊妄想颠倒执着，那么我们就是能够成就佛道。但是这个成就佛道的功能在哪里？就是事的当体即空，就是性。所以离开事是找不到性的。你一定要切记，不要死在语言里面，不要一直排斥这个世心。世心当体即空，因为根尘对立而引发的这个。 是眼视耳是，乃至异世界，它是不存在的。而在颠倒妄想的时候，它所讲是，而是性本空就是性。你想要见如来藏性，就不能离开眼视耳是鼻是舌是身是，乃至意识。知道了，事是妄，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解，亦无啊可得，亦无解可得。 所以这个佛法，它其实不能死在文字观念里面，它是实修的东西，不能听到这个名词不好，就是一直排斥，啊，好的话一直追求。比如说，哎呀，这个众生烦恼，哎，你排斥众生，你那就是排斥你的心性啊。众生引发你的烦，内心里面的烦恼，而记住，众生也是你佛性的一份子啊。众生引发你内心里面的烦恼。 注意，这个烦恼的当体即空，它就是把本性，反而借重这些逆境，可以成就自己的道业。所以成不成，有三个重要的因素。第一个，有大善知识的引导。修行成功，一定要记住三种重要的条件，缺一绝对不行。第一个，一定要有大善知识的指引。 佛法太深太难太艰涩了，超越一切表象，非意识形态，非观念，非语言，非文字，通通不是，毫无形象可得，二六十中更尘事也依靠不得，没有人指引没有办法。第一个要靠大善之识，第二个一定要有好的环境，没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共同互相勉励，人的惰性太强。第三最重要。 要有自觉作用，自觉作用就是清净眼，大善之事啊，还有好的环境是真善缘。自觉作用就是这个人自己本身的无量劫来所种的佛根慧根要很强，否则他做不绝对做不下来的。虽然他也有种种的烦恼和个性。 虽然他现在所面临的种种啊，他也还没有办法像佛陀，可是只能安住，坐下来，好好的把这部楞严经听完，这个就不是普通人，这个是非常上等善根的人。这没有一点善根，这个枯燥无味的经典呢、啊，没有人要坐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坐在我前面的这些。 法师和居士绝对不是普通人，不是普通善根的人。那你既然有这个因缘，不是普通善根，那你你就一定要把这个听音缘发挥到淋漓尽致，把我们的觉性一定要拿出来用。听经闻法一定要回归自己的心性，要误入不二法门。当你在烦恼的时候，告诉自己，广听老和尚那讲那一句话，你一定要记住。 修行呢，一定要转有成无的力量跟功夫，没有这层功夫，你没办法修行。有众生就是活在有中啊，所以他一直想要去上 KTV 啊，喝酒啊，跳舞啊，就这样子啊。今天报纸登的有一个女孩子啊，她是热舞专家，就啊，就跳舞跳跳，跳到整个晚上都去跳舞，结果第二天啊。肚子开始痛。 一直痛，一直痛，一直痛，痛痛！哎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就赶快送急诊了、啊。啊，经过了啊，抽血检查、X 光照射啊，医生啊，判断什么？卵巢撞破了，出血了，内出血了，卵巢撞破了，跳舞跳个卵巢融化，那是最严重的代际了。 你睇挂的这一舞直接嘛不可思议，我跳舞会跳到卵巢撞破，出血，对不对？我们宁可听经听到卵巢坐在那边破掉，也不要去跳舞跳到破掉啊，对不对？喝成几十次坐下来听经听到卵巢破掉，我明仔心里几张奖状，真的上品上身的奖状给你，你了不起哦、啊！我没听说，听经文化听到卵巢破掉，它可以跳到。 跳到卵巢破裂，吓死人了！你众生他没有活法，他就是一直妄动，他就是一直重复的生命，他就是一直重复，抓抓不到依靠，这到底是什么？是解决生命的最终点的问题？没有抓不到依靠，所以啊，那个大善之事很重要，好的环境重要，自觉作用很重要，所以你自己要有很有志气的。 对不对？像我的个性就这样。我以前做家庭教师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那师傅，你这个高中是念明星学校，那你程度不错。那我这儿子给你教啊。哦”我说：“行啊，啊，第一堂课念到小四、啊，小三、小四了、啊。”我就跟他讲：“啊，除以一百。” 等于乘以百分之一，按你一步步啊，哎，我这让我改性给，钱不赚，那这种东西怎么教呢？对不对？没办法，好，你教你英文啊，国中的来教，国一的连写那个名字啊。 连写那个名字啊，三个字都连接不起来。哎，我说，那你二十六个字母背给我听，二十六个字母背不出来，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M，这样背不起来。那你像这学生怎么教？所以要教好的老师，要教好的学生，他才有成就感啊！得天下英才啊，而教之啊！ 这个是人生一大乐事啊！也就是他是一个才能的人，他是真的。那你来教他，哎，哇，这当老师的人就非常有成就了啊啊！盖了的广肚肚哎，对，有没有上去屠宰场抬？啊，那就很累了啊。我们不是轻视他，而是说做一个老师的心态是这样子的。这个学生的根气力。 这老师教起来好教，他就很有成就感，哎。那因为我咳嗽，喝了一些茶。这个咳嗽怎么来的呢？这昨天呢、啊，讲经下去啊，肚子很饿啊、哦，很辛苦啊，我都自己感觉很辛苦。那很饿啊，因为我看那个书啊，那高血压的人啊，超过晚餐他不能吃东西。 太晚的时间不能吃东吃东西他没有办法消化，它就变成不好的东西，它所以变成不敢吃东西。那不敢吃东西怎么办呢？嗯，就去冰箱绕一绕，绕一绕，啊，肚子这么饿啊，对不对，我很辛苦的教说好，就犒赏一下自己，就人家供养那个巧克力啊，就拿了三粒起来吃。 啊、刚好是冷冻拿出来的，嗯，当时吃的时候没什么感觉，还不错。哎，试一颗还不没什么味道，再试一颗，哎、啊，又有另外一种的巧克力，再拿起来再试一颗看看，总共吃了三粒。哎，早上起来就没办法了，就开始哇冷了，我以为我的体质有一点改善了。 是不是啊？气色也不错啊，身体也不错。现在讲生病，没有人要相信了。哎，气色不错，以为可以吃冰冷的东西了，就早上就开始了、嗯、咳嗽了。啊，咳嗽啊！最近因为人家送好茶，啊，好茶就泡的热茶，热茶，哎，又缓和很多了。所以啊，在这里要感谢送师傅好茶的信徒啊，非常的感谢啊。好，六百六十七啊。 第三，鼻香世界本如来藏性。经文：阿难，又如所明，鼻香为远，生于鼻世，此世为夫因鼻所生，以鼻以为界；因香所生，以香为界。六六八，以观佛言，阿难，又如所明了的，如来在前教中所开示的。 以鼻根以相成为言，便能生于鼻识。此鼻识为复因鼻根所生，而以鼻为界呢？还是因相成所生而以相为界？听闻阿难，若因鼻生，则如心中以何为鼻？若其肉形双爪之相，为取嗅之动摇之性？若其肉形。 肉质乃身，身之基础，名身非彼，名触即尘。彼以善无名，因何利见？若取秀之，又如心中，以何为之？以肉为之，则肉之之言处非彼；以空为之，空之自之肉应非解。如是则因虚空是如，如生非之。今日阿难应无所在。 以香为之，之自属于相，何异于汝？注释：为其肉形双爪之相。你是把具有双爪形象的肉体之鼻当作鼻吗？为其嗅之动摇之性，动摇是指相成之相。此言还是把能嗅之相成的动摇之相的觉知性当作是鼻，也就是说。 是取其,其有相的形体，还是取其,其无相的功能呢？生之极处，名生非彼，是生根所能觉知的畜成。既已称为生根，就不能再称为鼻根了。那么连这个鼻根都找不到了啊！连这个鼻根呢找不到何，和怎么有办法建立这个鼻室呢？一观阿、啊、难，若鼻识鼻室是因鼻根而生。 则汝心目当中所想的是以何为笔？把什么当做是笔？为其具有肉形、双爪之形象的当做笔，意为能意为取能嗅之相成动摇相之节之性当做笔。如果你是取肉形为笔，然肉质乃是生根之一，而生根所节之的即已是深处之尘。所以你所取的肉形之笔。 只能觉知深处之尘，并不能觉知相尘。且既以名为生根，就非是鼻根，便不可再称为鼻根。又其所知觉者，既名为畜尘，即以非是相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鼻善无处可安其名，因何立鼻世界？结论：因此可知，鼻相世界非从鼻根生。 如果你是取能秀之相成之觉之性为比，又如心目当中是以何为能觉之者？你若是以肉体之鼻为能觉之者，则肉体之结之原来是促成，而非鼻所闻之相成。结论：所以知道以肉鼻为能节之者不能成立。若以空为能觉之者，空之有觉之，而肉体应非有觉。 如是之虚空即是如生，且若如生非有节肢，则今日阿难应无所在。又，你若以香尘为能节之者，则节肢之性自属于香尘，何益于汝？就是与你何干呢？经文：如果香臭气必生如鼻，则比香臭二种流气不生，依然积沾檀木，二物不来。如自嗅鼻为香为臭。 臭则非香，香因非臭。若香臭二句能闻者，则如一人应有两鼻。对我问道：“有二阿难，谁为如体？”若鼻是一嗅，呃，香臭无二，臭即为香，相互成臭，二性不有，借从何立？注、就、释、是：香臭二种流气，就是香跟臭两种流动的气味，依然是数名，属于。 蓖麻类，这个这个字念毕啊，b i b，毕业毕业生那个毕，现在刚好碰到毕业的时间，那这个蓖麻类，这是植物名啊，这一年生的草本植物，那么茎高六七尺，它的种子是椭圆形，可以榨油，叫做蓖麻籽油，也可以作为医药啊的止泻剂。 缓泻剂就是止泻剂，就是啊，腹泻的很厉害，稍微止一下，也可以做法油，也可以啊啊，当做啊做鞋油，鞋子的油。所以这个叫蓖麻类，有恶臭，与旃檀木之香气正好相反。其恶臭及于四十里。经论当中啊啊，多以依兰易烦恼，而以旃檀之妙香易菩提，观佛三昧经云。 莫尼山中有一兰树，臭落胖尸。这个“胖”是肿胀的意思，不是大块的尸体。这个不能弄错。这个“胖尸”就是说，当一个人死了以后，他的尸体肿胀。我们今天的修行啊，如果国家的法令啊允许你这样子的话，那你很快就会开悟。大部分的人，你没有机会看到那个尸体啊，放着，让他自己慢慢、慢慢的。 肿胀啊，流出湿湿水呀，啊,啊，臭不可闻，没有这样子的。哎，泰国有一个高僧，他要修不净观。泰国那泰国的政府允许他就关，关了不净观。那这个这个比丘呢，就在山洞里面把他尸体摆着，一个刚死死亡的人，摆着摆摆着的时候，他就开始一直关。 还是一直灌，才一直灌。那他也没有离开啊，因为他依据佛的教诲啊，啊不进棺，他是真的拿尸体起来灌。这个尸体他就看看，啊，慢慢慢慢，哎，经过几天以后，皮肤裂开，哎，这个血液啊停止流动，那个尸体的脸呢、啊、就显现出来了，全身呢、啊。 发紫啊，发青，再过七天，两个礼拜，哎、啊，这个开始长虫，啊，开始长虫了。这个虫啊，开始吃，哎，开始吃，开始腐烂，开始发出恶臭，哎、啊，开始，它就一直开始一直一,直一直关，一直关，一直关，哎、啊，那因为那边呢、啊，氧气刚好一半，所以、啊、尸体不是烂的很快，啊，氧气。 多的尸体就烂得很快。诸位，如果你到俄罗斯，俄罗斯把这个尸体啊丢在户外，户外，也就是说冬天很冷的地方，这个尸体要半年，半半年了。通常尸体啊，热带的热带的尸体腐烂要五十六天了，要五十六天了。 啊，我我我我那边有那个，啊，呃，就尸体肿胀的美国啊拍摄的，死亡开始在那边一直一直自然的烂掉了。我那边有影影片，来看看，它大概两个月。所以尸体的肿胀跟烂了、啊、跟这个气候有最大的关系。如果是三十度到三十五度的，绝对没有办法超过三五十天。 就就全部都吃光了，啊，但是如果身体呀啊,啊放在这个比较冰冷的地方，啊，因为啊气候啊不够，虫啊成长的慢，烂得快是因为虫成长的快，烂得慢是因为那个虫受到冷的关系，所以它孵化会比较慢，因此啊，那吃尸体的速度就会缓慢。如果你一直放在冰冻底下，比如说你。 你去爬山，啊，爬到圣母峰，刚好雪崩盖下来。诸位，你那个尸体啊，几千年都不会坏。为什么不会坏？因为啊，那个温度啊，控制住那个蛆啊，知道吗？没有办法长蛆啊，就没有办法吃你的尸体啊。哎，这个比丘啊，泰国的比丘开始一直关关关关就看你开始呕吐。 哎，我看那篇的报道，他呕吐，因为很臭。然后，哎，一个认识的人，一个认识的人，看死了以后，开始变肿胀。那因为我们身体有脂肪啊，身体有脂肪，身体有脂肪露出来的时候，这个脂肪见到空气的氧，它会燃烧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有科学知识的人，就知道尸体死了以后，让它自然的腐烂。 它会类似烧焦一样，像火烧焦一样，那就误以为有人放火烧这个尸体，其实不是，是脂肪，脂肪氧化燃烧在空气当中，所以这个尸体爆炸以后，我们这个尸体啊，这个虫啊开始吃吃吃，那肚子会慢慢一直鼓起来，一直鼓起来，一直鼓起来，起来那那里面的恶恶臭的气鼓起鼓起来，到最后它就会爆爆裂。 爆裂以后，它就会慢慢的再消消消下去，消下去。那从哪里最快烂呢？所以有孔，从有孔的地方开始最快烂。哎、呃，大致上都是从眼睛最快，还有嘴巴 <coughs>。苍蝇在两三公里外就可以闻到尸体的臭味，苍蝇或者是果蝇，它就会飞来，啊、呃，就从有孔的地方，像比如说苍蝇爬进去鼻孔里面啊。 爬进去，眼睛啊，这个是最快长虫的。从下这个蛋下去啊，到长虫二十四个小时，二十四个小时，从它下蛋到长成会蠕动的蛆，知道吗？所以看那个蛆大小就知道它已经多几天了。那么长这个蛆对什么最有帮助？对刑事办案最有帮助。 对刑事案最有帮助，为什么？一一个人看到这个尸体，你不晓得他死多久，就刑事组就叫专家来鉴定，就夹那个什么最大的蛆，最大一只的蛆，最大一只的蛆去判断，这已经十几天了，这个蛆才有长这么大哦，他判断已经是两个礼拜了啊。那么蛆有一定的生命的循环。 生命的意境，而、哦、这十五天，哦十的十天，十的两个礼拜，这个蛆有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，所以这个蛆的培养，啊，从科学的角度，它对办案是非常有帮助的。那这个比丘啊，因为他没有医学上的常识，他就坐在这个尸体啊旁边一直管，一直关一直关一直关。哦，他开始厌恶这个色身，厌恶这个色身，很想自杀，可是佛陀。 又说不能自杀，因为恶臭，男人肿胀啊，那个。